第19题，请问此液体的密度为多少克除以立方公分？我们说我们为它搭起友谊的桥梁，每增加10立方公分的液体，质量会增加8公克，每增加10立方公分的液体，质量会增加8公克，所以就表示液体10立方公分，我们的质量有8公克。待于我们的公式 D 等于 V 分之 M， 我们10立方公分的液体质量有8公克，所以算出来密度是 0.8。 所以第19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此液体的密度为多少公克除以立方公分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0.80。